光景法师开示，请问法师，考试时要如何使考运比较顺利？啊，在读书时要如何摄心，不被环境及无名所扰？啊，所打扰，能完全吸收书中所有著述，并且灵活运用书中的智慧。请问法师，怎么阅读能够比较快速读通？可以请法师帮忙我祈求佛祖，让我明年考公务员及中医师检定能顺利考上吗？不一定考第一名，主要能导数考上就可以了。请法师放光加持啊，慈慈悲咒加持。师父不会放光啦，师父会持加悲大悲咒给你们加持啊，但是不会放光。啊，大家听好哦，认真做听。要聊啊，师父啊是无当无差，拢无功夫啦。但是呢，师父也要讲这微妙的佛法，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。啊，不过这个人读书未晓，读上尾名的，啊，师父个家己是变第一名。啊，真正师父也要这啦。啊，这个人考不掉，也是我加持起的，哎，考不掉哦，哈哈哈！啊，我讲几个理由大家听啊，伊就叫问我来加减问讲啦，啊，恁一定足多人要听我讲啊，但是呢，我讲一遍，大家听听也真欢喜啦，啊，听看卖啊，今仔机会唔着来啊，我觉得。有一位女居士呢，有一摆打电话给我，伊讲伊住伫台北，有一个查生啊，读上尾名的，啊，伫北部某中学，基隆二中，啊，伫基隆二中，讲名无要紧，啊，伫基隆二中，读上尾名，后尾甲开除啊，基隆二中北部算袂歹学校，啊，因这个阿姨就惊。知影这消息，自己打电话来问师傅，师傅师傅要安怎哈？我讲你个错来啊，师傅个加持持的啊，啊，伊就变第一名哦，哇，听着足欢喜啊！我讲你个错来啦，啊，恁台北也远着吼，走来走去艰苦啦，啊，这吼头上尾名，这一仗真重，唔是一变就好啦。阮这是男壮道场，无互你壮大啦。比非讲打佛七招，佛年壮大，无年壮大啦。啊，你台北遐远哦，你若较济人来，两个以上个年壮来，就着准恁大啦。啊，啊，这个大概六七遍才好啦，无输准恁大七天啦。安尼哦，我即摆就来六个人来，因老爸、因老母、因小弟、因小妹，佮伊本身佮因阿姨，六个人来。啊来呢，哎，早晡我就去另外困一间，早晡困一间，啊，真正住七间，我就甲家私饲了。啊，就我讲恁等下哦，那读三名来吼，啊，甲叔讲，我打电话叔无，规日拢咧笑啦。哟，那是上尾名，那可能读三名啦。伊就是讲真，那有可能啦，啊呢，哎，啊就等下，过日又话讲考试。好几天哦，因妈妈就打电话，伊讲师傅啊，足不可思议的呢，因小妹跟小弟拢考第一名，啊，这查囡仔哦，考第三名呢，哎，那也不可思议呀，啊，我讲继续用功哦，啊，有机会再过来加持，啊，啊，过外久了过年，过年时这女孩子跟你打电话来哦，啊。是啊，我阿哩拜你，我就是无啥人，我哩拜你。我就甲问讲，啊，你的成绩有没有好一点？伊讲是啊，我学习总成绩第一名，学习总成绩第一名呢。
伊讲，阮校长甲阮老师吼，拢惊一跳，讲落去囡仔就要甲开除来变第一名，哈哈哈！啊，真的足不可思议，啊！啊，是安怎谈的呢？因为这礼真济啦，礼真济啊，书讲未完的礼啦，足济啦，啊，真正家己是用足好读的。啊，是安怎谈呢？因为咱智慧平等啊。叫做平等性质啊，叫做根本质啊，叫做无私质啊，叫做自然质啊。何安英内底安尼讲啊，咱这自然地、无私地，啊，根本地，一种感觉。心和众生三无差别啊，佮个地位佮众生地拢相像啊。啊，咱是安怎太众生以内分，咱有烦恼啊，啊。咱这智慧去，咱这佛性定去，烦恼给咱砍掉哩，未开啊！假使烦恼那开去，啊，咱智慧就开啊！啊，所以个家出做戒佛念念的，哎，这烦恼无去，智慧就开到老读册啊！原因就是安尼啊！啊，旧年哦，今年较无，旧年上济人来华加持，一日一日考中医师考未掉。考五年的中医师考不掉，因老母跟他这个出来，啊，就讲是吧，阮这囡仔吼考中医师考五年考不掉，你嘛讲假使今年考看掉，我讲好啊，啊我就甲加持起来，讲你啊考掉啊个时光哦，伊讲好，结果就考掉啊，放榜考掉，考到三名我嘛拢未记得起来，我这人我讲记下，伊就打电话来。是啊，我考掉啊！我要来给你回，要来联系给你回，多谢你当时有得嘞。啊，我讲你电话你当时要来，我即摆拢有得嘞啊！啊，因为我不但考掉，我掉第三名，哈哈哈！我掉第三名，欢喜啊！即摆在做中医师哦，啊，要一个考法官，考法官考未掉啊！我说你嘛，假使看卖，我今年考看掉，要假使今年嘛。去年啦，唔是今年，去年嘛叫考掉，啊，欢喜干嘛来练下咧，甲师傅会多谢，所以这种真不可思议啦。啊，要安怎呢？伊就问个哟，哦，要安怎考文才相通哦，考才考掉哦。恁大家听作听，重要伫遮呢哦，大家听好哦。等下哦，恁个囡仔哦，若读册未晓，还是会晓，拢拢爱照这个方式去教哦。我拢安尼甲伊讲，我拢甲加持持咧。啊，有时啊拜二啊拜六，像规定像咱这坐哩，当有几只坐人哦。我讲那叫人念佛，无人要来哦。伊若加持哦，有少些人来哦，看个人都撞来哦。呼，什么什么罗东哦、台东哦，那个屏东、高雄拢撞来哦。啊，就要来，叫我加持啊，一人一款哦。有的完全这都定掉了，有的小安尼富，我的家己都拖下滴滴练练，爱足济哦。啊，有的要开智慧，有的要考试哦。啊，有的要求赚无钱，要求看有较济钱的哦。啊，有的夫妻感情无大项有的就对啦。哦，所以书里才济呢，歹济歹济啊，你知？哈哈哈哈哈，人家顶大钱呢，要无哦，红龙会红。这王林人现在招牌用也掉去呢，所以这边那些小朋友在读书哦，我来来来，我那家己个学生哎呀，来来，所有学生都来，首先跟恁家齐齐的，啊，跟伊讲来，大家全国合掌，跟着规个合掌哦，因为我都跟这学生讲哦，恁的啊，讲哦，你彼此哦，爱孝顺父母。唔好吵架，啊！啥物事吵架？无甲爸母讲，家己就走出去，无爱等下去就吵架啦，啊！即摆去个学校哦，啊，强健书店未使翘课，啊！即摆学生翘课甲吵架足济哦，啊！马仔要读册，爱先预习；马仔要读册，爱先预习，先看看了，啊！今日老师要教啥？明仔老师要教啥？今日先看看咧。未晓的所在，爱用红笔甲改起来。啊，你后尾写笔记，只不就先甲写起来。啊，带一个名词未晓，带一个未晓甲写起来。
即摆去个学校，老师咧教的时阵，啊，要两眼来注目，两眼来注目，啊，看老师安怎教。啊，即摆教教教教你未晓所在，啊，特别个注意看老师安怎解说。你大陆教啊，未晓所在啊，啊。听我清楚，听起来你是跟笔记上写起来，今日你就去滴滴啊。啊，若听无，佫举手发问，老师就佫讲一遍。啊，伊莫老师在教，你唔两眼注目哦，不两眼注目哦。啊，各个同学讲话哦，安尼老师教上你一定听无完。啊，即摆回来的时阵，莫切把办的扩宽电视，扩大变动环境，啊。搁上网路，安尼你读袂晓，啊！当然是爱复习，听老师教的代志，切当中爱复习，或者讲你拢记得了，哎，就是，啊！未使讲当然搁看电视，搁打电动玩具上，搁搁上网路上，啊！安尼你一定读袂晓的哦。过来呢，未使教的坏同学，啊！冤家相拍、招魂、激动、偷窃物件，这款同学就叫做坏同学。这款同学呢，咱未使得势的，要恭敬他，敬而远之，恭敬的啊，但是离开，卖介斗阵啊。那个坏同学斗阵会叫拖去啊，啊，金玉在遐，金珠在切啊，甲红的做会捏到红的，甲乌的做会捏到乌的哦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家己的子女拢爱约束，爱看，看伊交朋友是好歹朋友，咱爱家看。看到伊交歹朋友，紧甲阻挡，恭敬，咱爱远离，唔好会交到歹朋友啊。未使飙车，即摆囡仔就爱飙车，骑 S 型的，啊，弄弄死哦，啊，飙车哦，啊，未使飙，飙车就开生命的开玩笑。啊，后来呢，较大汉的高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生，男学生莫交女朋友，女学生莫交男朋友，学生时代所交的拢未结局给伤脑筋呢，莫去 KTV 卡拉 OK 所在，这种惹是非所在，啊，即摆哦，要读册时阵。你把听好啊，这上重要啊！要读册，还是要上课的时阵，还是要考试的时阵啊？这本册起来要读的时啊，未读以前，你要先深呼吸，来深呼吸，用腹部呼吸，用鼻道喘气，啊，深呼吸，深呼吸三遍，深呼吸真慢啊！啊，好好跟着呼吸走。哪呼吸哪念阿弥陀佛，三遍的深呼吸呢，你就念了几个十声阿弥陀佛了。你要看这本册以前，你哪有三遍的深呼吸了后，你的心就会静落，册才开始打开开始读。安尼你内底的内容你就拢读得知，你就有法度吸收内底的知识，啊，你就会开智慧，啊。即摆在去底下校要读册时阵，拢通常这校拢是读五十分、四十分。你利用小时四分钟先啊，去外教啊，先去运消化、运动动嘞，较袂坐对遐身体歹去。去外教消化、运动动嘞哦，啊，筋骨疏松疏松一下哦。三分钟前，咱是五分钟前，我就要教授。这几摆呢，要深呼吸，哪呼吸哪念阿弥陀，等老师来。当个老师来呢，你心就静落来啊。老师的教啥，你都听有啊。啊，都别莫名其妙啊！啊，你心浮躁都听无。啊，就要考试的时阵，有一个教授来对，赶快那深呼吸三遍，哪呼吸哪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你呼吸三遍了后，考卷就差不多分好啊。啊。就是未分好，你嘛继续深呼吸，过念阿弥陀佛。但系个考官分好呀，你就好站。啊，念三声，释迦牟尼佛三声，阿弥陀三声，观世音菩萨。
啊，弟子某某现在要月考还是期考，还是考高中、考大学、考硕士、考博士，拢爱甲佛菩萨讲。甚至这一节要考哪一科，啊，这一节要考国文、考数学、考英文，爱甲佛菩萨讲。属地主不生恐惧心，这些问题都答得出来。属地主名列前茅，考第一名，那在学校里头讲考第一名，那就照答。啊，你也告诉要升学，啊，考高中、考大学、考数学、考博士，属地主名列前茅，金榜题名，考取理想的学系，啊，考取理想的学校，考取理想的学系，而且照答，好起来就足好，爱听无？啊，虽然书安尼讲，其实离不开啥，离不开啥。所有讲这种道理哦，你莫想讲书人唔想讲哦，啊，书讲这种道理，所讲的这离不开啥，离不开这定位。咱凡夫弄贪嗔痴。没有界定慧，所以人家做凡夫，人家无智慧啊！啊，人智慧变怎才会开呢？要有界定慧，贪嗔痴尽量无，要尽量有界定慧。你出去叫你孝顺父母，不要敲家；去学校啊，叫你不要这恭敬师长，不要翘课啊，叫你卖个要派人做会。啊，叫你嘛飙车啊，搁一项，未使食薰食酒，安尼他们四十间骨科诊，很多因摇头丸拢未使食。啊，你今日读第一名，马上在食薰，还是食酒，还是吸毒，还是食摇头丸，你后日就读不晓啦。这款物件拢会伤咱的脑神经细胞。啊，所以负责给咱这届未使食酒，原因就是遐，食酒你就迷糊去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你的主人拢爱个约束，唔好食薰，唔好食酒，唔好吸毒，啊，所以这决定了，未给你跟大家讲，啊，就要给你补充哦，来给弟弟。所以咱呢，也要依靠父母，也要恭敬师长，也要不敲家，啊，卖吸毒，卖抽烟，卖喝酒。啊，卖乱交女朋友，卖做歹代志，我卖去卡拉 OK、KTV 的所在，去弄着事的所在。咱若安尼呢，卖飙车，这安尼呢，就叫做修改，就叫做修改，无做歹代志的修改。你有修改了后呢，即摆要读册以前，要考试以前，叫你深呼吸三遍，难呼吸那两阿弥陀，这叫做定。你心都会定了，安尼呢？你过来看下，我听老师讲，可是你都有智慧啦。所以你不可以界定慧，大家拢知影讲，这个咱的贪嗔痴爱界定慧要安怎用？重要是要安怎用？要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大家未晓啦。啊，事实加减无，知影这款道理，也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所以都。和师父拍拍的，加减拍袂歹哦。